要把球球拿走。哥哥。他怕什么？他怕走到马路上。走到马路上会怎样？会被车子撞，是不是？那你给他，然后跟他说不要在马路上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马路上玩。那你给他，然后说不要在马路上玩就好了。好，那你给他球球，你放在这里好了哈。球球给你们玩，他只是怕你们把球球滚到马路上，他很怕你们被车子撞这样子的哈。刚刚球球要滚到马路上，他大叫。你不给球球啦？你球球要不要送给他？为什么不要？啊？他不会呀、啊，他送你吃饼干呢。怎么说饼干不会滚呢？哦，那来，爸爸来了。